有风剧场，盛总找到小少爷和小小姐了，即刻出发。是，不用去了，我们来了。嗯嗯嗯嗯啊 雪儿，记得锁车。daddy，、嗯、<地>你叫我什么？daddy，你是我 daddy，雪儿，你忘了我怎么跟你说的吗？子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不小心把这件事给忘了。我要是 daddy 太帅了，你到底站在哪边？我当然是站在妈咪和子昂哥哥这边啦。子昂哥哥，你别生我的气了。 你们居然能够自己找到我，不愧是我盛林渊的孩子。先别套近乎，我过来是想告诉你，我们只是妈咪的孩子，不是你的孩子，请你不要打扰我们和妈咪的生活。你不认我？你不认我？我们只认妈咪。你这么聪明，想必知道我的身份。身价千亿的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嘛。 三岁小孩都知道，子安哥哥，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已经五岁了，可以不用知道啊。既然你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你应该清楚，只要你认我回到盛家，那你们想要什么就会有什么。我知道你什么都有，但妈咪只有我们两个，我们两个走了，妈咪就只有一个人了。好了，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们该去和妈咪一起吃饭了。 对了，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，不然后果自负。你是在警告我？不，我这是在威胁你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爹爹，拜拜。没想到第一次被人威胁，竟然来自我盛林渊的亲生儿子。盛总，好不容易才找到小少爷和小小姐，就这么放他们走了吗？我盛林渊的血脉怎么能流落在外？看来是时候去会会那个女人了。 欢迎光临，这边请。怎么一个客人都没有啊？子昂跟雪儿应该早就到了呀。你有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两个小朋友？没有，今天没有什么小孩来过。不可能，不对，你撒谎是不是？真没有。还在哪儿？你对他们做什么了？果然有，把我的孩子还给我！哎呦，哎呦哎。哎 说，我的孩子呢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啊、老板，祝<你>妈咪，生日快乐老。老板，你没事吧？老板，哦、原来是孩子跟我过生日、啊，我以为…… <laughs> 老板，对不起。哎，没事没事，江小姐，就当您给我舒松筋骨了，我还挺舒服。<laughs> 妈咪，嗯，妈咪，你看我给你选的生日蛋糕好不好看？ 好看、啊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哎呦，千万别这么说，小江先生。要不是因为你传授了这几道菜，我这店早关门了，何至于有今天啊 <laughs> 我再教会你们一道。那太感谢小江先生了。<laughs> 妈咪都忘了，今天是我自己生日了。感谢我的宝贝儿子、宝贝女儿，给妈咪这么大一个惊喜。等等，你们该不会是把餐厅包下来了吧？说，你们哪来这么多钱？ 没有没有，我们没花钱，没花钱。妈咪，雪儿的意思是我们没额外花钱。嗯嗯、啊，对对对，今天本来我们也不营业，但是看到两个小孩这么可爱又善良，帮个忙而已，没有多花钱。那真是太谢谢老板了，啊、哈哈，您客气了，不打扰你们用餐了，我先下去了。这老板人还怪好的，难怪生意能做这么大。妈咪，快许愿吹蜡烛吧。妈咪就不许愿了，妈咪的愿望呀，永远只有一个。 就是希望我的宝贝儿子、宝贝女儿能平安健康的长大。雪儿，要不你许个愿望吧，姐妈咪生日。嗯，好呀好呀，我希望妈咪永远年轻美丽，希望子昂哥哥永远健康帅气，希望 daddy 早日跟我们团聚。雪儿啊，没有最后一个，雪儿不喜欢 daddy 和我们团聚。雪儿没关系的，你是想要爹地了吗？没有没有。没有 雪儿有妈咪和子昂哥哥在就够了。妈咪，我想吃蛋糕了，快吹蜡烛吃蛋糕吧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。三二一，子昂，雪儿，对不起，妈咪没办法给你们找爹地了，因为你们的爹地已经不在了。你们的爹地已经不在了。 那次意外和你发生关系的男人叫林峰，无父无母，是个孤儿。一个月前车祸意外离世。什么<吗>？去安排吧。是吧。见到那个和我发生关系的女人了吗？江家人说，江暖在拿到您给她的一千万之后，就连夜和别的男人一起离开了这座城市。 开车吧。是。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，不然后果自负。对于一个爱钱的女人来说，哪需要什么强迫？马上她就会心甘情愿了。<laughs> 回家喽。嗯，妈咪，这个生日你开心吗？ 我当然开心啦！跟你们在一起的每一天呢，妈咪都特别开心。<laughs> 喂，江暖小姐吗？我们是盛世集团，想和您的设计工作室谈个合作，不知道您有没有兴趣啊？盛世集团，对，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宝 <laughs> 贝们，你们乖乖在家，好好待着啊！妈咪接大活了，不会这么巧。 贵公司要和我合作价值两千万的项目，江暖小姐不感兴趣吗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只是没想到这么大的项目会给到我这个小工作室。我们调研了江暖小姐之前的设计作品，您的这些作品是远远超出我们目前的要求的，所以我们公司一致认为，您是绝对能够胜任这份项目的。非常感谢贵公司的认可。呃，对了，江大小姐。 我看您的资料上写的是未婚，但是有两个孩子。是的，您这属于是未婚先孕呐、啊，这可就有些麻烦了。这对我们的合作有什么影响呢？你也知道我们盛世集团的地位，树大招风嘛，所有人都在盯着，任何负面的东西都可能会被无限的放大。所以我们在选择合作伙伴的时候，都会慎之又慎，杜绝掉一切可能会影响。我明白了，非常抱歉耽误您时间啊。哎哎。 等等，也也不是没有办法的。只要江暖小姐能和两个孩子独立开，让外界以为江暖小姐没有孩子，也是可以的。独立开？您是想让我跟两个孩子断绝关系？哦，只是表面断绝而已。等这个项目结束，您就可以恢复了。不管是表面还是实际，我都绝对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。别说一时，一秒都不行。江暖小姐，这可是两千万的项目、啊，打扰。哎，五千万。 你是盛林渊，看来你认识我。盛氏集团总裁，整个云城谁不认识啊？只是这样吗？不然呢？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了。盛总，你刚说的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，只要你按他说的去做，我可以把项目的金额提升到五千万。真是越来越大方了。 我很怀疑，你们让我跟孩子断绝关系，真的只是因为他说的那个理由吗？不全是，主要是因为我喜欢。<laughs> 一个亿，签 <laughs> 了吧。盛总，你有孩子吗？现在是没有，不过马上就有了。盛总，你是不是没有让女人生育的能力，所以才嫉妒有孩子的人？ 盛总不行的话，我建议你啊，去男科医院看看，而不是心理阴影到要拆散别人的孩子。盛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 <laughs>，没事，没事。这个女人。 这个女人竟敢说我不行，她竟敢用这种手段分开我们和妈咪，我生气了、嗯啊。我不行，我可是清楚的记得你当年是怎么向我求饶的。 我不行，那是谁让你生下那两个孩子的？不管是表面还是实际，我都绝对不会和我的孩子分开。别说一时一秒都不行。不过他对两个孩子都是真心的，一个亿都没能打动他。那当年他拿了一千万之后消失是怎么回事？ 不好了，盛总，整个集团的网络都被人攻击了。什么？咱公司的网络防御能力世界顶尖，国际第二的黑客都没法攻破。现在这是歹入大神啊！你们这些年轻千万的安全专家也完全对付不了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差不多了，先给他一个教训，再下他，让他直接破产。什么？你是说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？是啊，我们集团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束手无策。 最后还是对方主动停止了攻击，在这期间，我们的网络中断了整整八分钟，损失大约在一个亿。多少？一个亿，一个亿，这么巧？怎么感觉好像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？不要试图用你霸道总裁的身份强行分开我们和妈咪，不然后果自负。盛总，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人，此人实在是太可怕了。我想。 我知道是谁了，不愧是我盛林渊的儿子，盛总的儿子。盛总是说那位令我们集团所有人都闻风丧胆的那位顶级的黑客大佬，竟然是子航小少爷。怎么，我盛林渊的孩子有这个水平很奇怪吗？啊，不奇怪。小少爷青出于蓝胜于蓝，当然不奇怪。只是小少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当然是为那个女人出气。这个女人教育孩子倒是有一手。 居然让我盛林渊的孩子都站在他那边，妈。林渊啊，子言回国了，你快回家来，你爸要把你和子言的婚事定下来。妈，我说了，我不会和他结婚的。你个臭小子，要气死妈妈！你不和子言结婚，和谁结婚？你是想让妈死之前都抱不上孙子吗？妈，我还有事。 唐子言这个女人，一会儿我就作妖。张成，帮我安排一场会面。是，呃，盛总要见什么客人啊？不是客人，是盛家未来的主人。我们终于又见面了。客套就免了，你直接说你把我接过来有什么事儿吧。嗯。 我还有好多家务要做，只能给你五分钟时间。之前的网络攻击是你做的吧？不愧是我盛林渊的，还有四分四十六秒。好吧，那我就不浪费时间了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回盛家，是因为不想和你妈咪分开。现在你可以不用有这个顾虑，我可以让她一起进盛家，一起进盛家。没错，我可以娶你的妈咪。进来吧。 足栋别墅两套，千万豪车一辆，银行存款两亿，顶级珠宝若干。你也不用担心，结了婚以后，我对你妈咪不好。只要你答应回盛家，这些，都是你妈咪。你还挺大方的，不过这些我妈咪都不需要。你有什么条件，你都可以说，只要我有，都可以给你。什么都可以？你确定吗？我盛林渊还不至于骗我自己的儿子。 那进来吧，这是子昂哥哥让我给你的。在、哦、子昂哥哥，我这次没有说，不错，有进步。想让我和雪儿认你，就把这份协议签了吧。追妻协议，甲方姜子昂将应映雪，乙方盛林渊，乙方自愿与甲方签订本协议。 对甲方妈咪展开追求，直到甲方妈咪心甘情愿的接受。追求期间，乙方必须遵守以下条款：乙方不得有任何强迫或违反甲方妈咪意愿的行为；乙方不得向甲方妈咪透露自己的甲方生父身份，借此绑架甲方妈咪的感情。一旦甲方妈咪喜欢上别人，乙方必须主动退出，不得死缠烂打。这还没完呢，继续。若乙方违反上述约定。 将永远失去甲方的心。本协议的最终解释权归甲方所一乙方不得申诉。<laughs> 方便解释一下这份追妻协议是什么意思？你这个霸道总裁是怎么当的？你连这都不明白吗？<laughs> 爹地，你如果想让妈咪嫁给你，你就要先让妈咪喜欢上你呀。 强哥哥，我不是故意说的。想让你妈咪喜欢上我，我送她这些东西，她还不喜欢我吗？你如果觉得我妈咪跟其他女人一样，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就当我们今天没来过。雪儿，我们走。等等，我知道你们意思了，只是这份协议有些，这份协议太不公平了，全部都是乙方的义务，甲方就没有义务吗？甲方的义务就是监督乙方。 你如果觉得不公平，大可不签，我们不勉强。d a 程程程程。这是我掌管盛家以来签过的最不公平的协议，不要质疑。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？嗯，你是去谈合作的，又不是要嫁给他。 干嘛非要让你和孩子断绝关系啊？真<唉>是太莫名其妙。谁说不是呢？这个世界上什么人都有。哎，双双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当然是给你介绍男人了。哎，暖暖，我这婚介所呀，来了一批新的男人，你快看看。双双，你又来了。我不需要男人。暖暖，现在不是你需不需要男人，而是子昂和雪儿啊需要父亲。哎呀，他们不需要。 希望 daddy 早点跟我们团聚。你有多少男人？你想要多少你有多少不要多少，我全都要。啊！我确实该给孩子们找个父亲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。 盛大总裁，快回去忙工作吧。我们已经达成协议了，你们能不能先喊我一声爹爹？当然不可以、啊。盛大总裁，请自重。在你让妈咪喜欢上你之前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愧是我盛凌渊的孩子，做事如此有准则。 子昂哥哥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敞开了喊爹地呀、啊？如果他争气一些，应该很快的。对了，雪儿，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为他说好话，更不能叫他爹地，知道吗？为什么呀？我们多说好话，不会让妈咪更快的喜欢上爹地吗？我们要让妈咪自己喜欢上爹地，如果我们说了好话，妈咪就算不喜欢爹地，也会为了我们委屈自己。 你也不想让妈咪受委屈吧？我当然不想了，我只想让妈咪开心。子昂哥哥，我记住了，我不会在妈咪面前说 daddy 好话的。记住了就好。走吧，我回去给你做好吃的。子昂哥哥，我想吃红烧肉。没问题。哼哼。好的，盛总，您是要追求江南小姐吗？ 我刚收到消息说江暖小姐她，我对她本人毫无兴趣，我追求她只是为了满足孩子们的心愿。她的事不用向我汇报。可是江暖小姐她在相亲啊！停车！你说什么？她在相亲？呃，是的，我刚收到消息说江暖小姐已经见了七八个男人了，就跟面试一样。这个女人想男人想疯了，居然想让我生冤的孩子。 这别人做父亲，他在哪儿？带我过去。好。如果我们结婚的话，彩礼怎么算？我不需要彩礼。不行，我妈说了，必须得给五十万。你给我五十万就行了，一分都不能少。我给你？对啊，不然呢？我妈说了，虽然我是离异，但是我没有孩子啊。 你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你有两个孩子，你已经不值钱了。你必须得倒贴钱才配得上我。你妈还说什么了？我妈还说，除了彩礼一分不能少以外呢，你得把孩子送人。我们老李家不养别人家的孩子。你妈有没有说过你小时候掉进我河里啊？这个没有说过、啊。那你脑子是怎么进的水？你妈怎么不带你去医院挂个脑科，好好检查一下呢？你居然敢骂我！我妈都没骂过我。哼，明明是你不知廉耻，未婚先孕，你还有脸骂人？ 再听一句试试。啊，你你这样的女的，这辈子也没嫁出去。这前面进来几个人都是奇葩，我现在甚至觉得盛林渊像个正常人。谢谢江大小姐夸奖。盛林渊，盛大总裁是来兴师问罪的吗？我要是来兴师问罪，还需要我亲自过来吗？那你，我也是来相亲的。开始吧。 你相亲，盛大总裁，你要是想玩 cosplay，去找别人啊，别找我麻烦，我可没时间陪你玩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嘛？这家伙到底搞什么鬼？罢了，赶紧打发掉得了。相亲，我是认真的。好，那我们就相个亲。 你带个人资料了吗？我还需要个人资料？我这张脸不够吗？抱歉，我脸盲。你确实脸盲，要不然也不会忘记我。看来是没带啊，那你还是准备好再来吧。<laughs> <laughs> 你干嘛？怎 <laughs> 么有几分熟悉的感觉？你是想起什么了吗？ 啊！我是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啊，盛大总裁好像不行。你说什么？盛大总裁若是不行的话，怎么会想拆散我跟孩子？而且又在光天化日之下，通过刚才那种方式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这个女人竟然又说我不行，早晚让你领教我的厉害。不好意思，江小姐，我刚才只是不想让你着急走，我们这个亲。 还没有相完呢。我说了，必须要见到个人资料。江小姐马上就能见到。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载获云城十大杰出青年称号。以下是盛林渊的个人经历。盛林渊今年二十七岁，十八岁接手盛世集团后，在七年内将盛世集团的市值翻了一千倍。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个人资料？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相亲了？哼，你真的要相亲？是的，我刚才就说了。 相亲我是认真的，原因嘛也很简单，我就是想找一个女人结婚。盛大总裁想找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，干嘛要找我、啊？相比于其他女人，我更加愿意找一个熟悉的。熟悉？我跟你好像不太熟吧？我们只见过一次而已。一次就够了，那一次的深入交流让我刻骨铭心。一次就够了，那一次的深入交流。 让我刻骨铭心。那次我不是把合同扔他脸上了吗？他怎么还一副回味的样子？他该不会是受虐型人格吧？这什么表情、啊？嗯，就算你对我刻骨铭心，但是你是知道的，我有两个孩子，你能接受吗？我当然能接受，我会对他们视如己出，将他们当做盛家的继承人培养。让子昂和雪儿成为继承人？嗯，你们豪门不是最在乎血脉相承的吗？他们本来就是我的血。我刚才说过了，会对他们视如己出。 竟然还有男人这么大度，你，你该不会真的不行吧 <coughs>？还有完没完？好吧，我不提了。看来盛总是真的确实要相亲，那我不得不说实话了，我们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你不希望孩子们好吗？我当然希望他们好，而且我相亲只是为了给他们找个父亲。我说的好，是希望他们开心快乐的成长。你放心，没有地方。 会比盛家更让他们开心快乐的成长。你知道我的孩子怎么来的吗？是被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争夺江家大小姐位置，给我下了药、啊。都说豪门一入深似海，像江家这种小门小户都这样残酷，别说你们盛家这种豪门大户了。我不想孩子在那种环境下成长。抱歉，浪费盛总时间了。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是不行。 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是不行。什么不行？男人说自己不行，还能是哪样不行？难道是……啊、嗯，盛总，对不起啊，我随口说的，你别当真。一个男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，竟然、嗯、是真的呀！盛总，对不起，我是真的不知道。不过，盛总，你没必要把这种事情告诉我吧？你不怕被我传出去啊？我之所以告诉你，是因为第一。 我们盛家只有我一个独生子，所以你不需要担心盛家会出现内斗。第二，因为我不行，所以你不需要担心我会对你和孩子们不好。第三，我知道你相亲只是为了孩子，对男人并不感兴趣。我不行，所以，我不会像其他男人一样强迫你跟我同房。现在，我合适了。晚上我带孩子和你一起吃个饭，如果孩子喜欢你，我们下午就去领证。 如果孩子不喜欢，孩子们一定会喜欢我的。希望如此吧。那我们晚上餐厅见。啊，对了，你是真的不行吧？没有骗我吧？还不相信？要不你自己亲自体验一下？<laughs> 大可不必了。下面不行，嘴还挺硬。这女人脏。雪儿，为夫为了你们，可是连形象都毁了。 林渊，你回来了？你怎么来了？紫妍呀，是来看我的。你这孩子什么态度？阿姨，没关系的。林渊，我这不是刚回国吗？就带了些礼物来给叔叔阿姨。<唉>我爸妈不缺这点礼物，你这份孝心还是留给自己爸妈。这孩子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林渊，我不管你怎么想，紫妍从国外回来，你们俩的婚事。 必须尽快定下来，爸，我不管您怎么说，我都不会娶她的。你，叔叔，你别生气，我跟林媛的事不着急，您别气坏了身子。呃，你看看子妍这孩子多好啊，你们俩又是从小一块长大的，妈跟你说呀，在妈的眼里啊，我只认她做我的儿媳妇。妈，您不就是想要一个儿媳妇吗？我已经帮您找好了，真的。啊？哎，儿子，你可别因为跟妈置气。 随随便便找一个女人做妻子？妈，你别担心，我这又不是随便乱找的，绝对没有比她更合适做你儿媳妇的人。真的假的？嗯，那她是谁呀、啊？过两天你们就知道了。哎，时间不早了，爸妈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儿子，你这不是吊妈的胃口呢？能不能让妈先看看照片呢？过两天再给你看啊，我还有事。你，世界上没有比她更合适的？难道？ 叔叔阿姨，我就先不打扰你们了。哎，子言，林月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，他是在胡说呢。阿姨跟你说呀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谁比你更合适做我的儿媳妇了。阿姨，我没事的，你就先歇着吧。哎，江菲菲，我回国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 妈咪，我们今天为什么出去吃呀？呃，因为我们要和一个呃叔叔吃饭，到时候看你们喜不喜欢他。叔叔，该不会是江暖？嗯、果然是你，江菲菲。江 <laughs>、啊、暖我的好姐姐，今天晚上就好好享受了。 过了今晚，江家大小姐的位置就是我的了。果然是你啊！认识子言，这个呀，就是我那个被野男人睡过以后就消失了的姐姐。原来是她，子言，我去跟我姐叙叙旧，等一下就回来。江暖，你还有脸回来呢？你该不会是以为大家把你的事儿都忘了吧？子昂、雪儿、啊，你们转过身去，捂住耳朵。 好的，妈咪。哟，这还有两个小孩呢，这该不会是你当初被野男人睡了以后生下的吧？你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，你，这两个巴掌是利息。当年你给我下药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再敢出言不逊，招惹人，小心我跟你算账。你凭什么说是我给你下药啊？明明是你自己睡。哼、啊，说我给你下药，也要有个证据吧？ 小心，我告你诽谤！你最好祈祷我真的没有证据。他不会是查到什么了吧？菲菲，你这个姐姐可真够霸道的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才是江家大小姐。她也配？我才是江家大小姐！餐厅经理呢？给我滚过来！哎，江大小姐，您来了，您吩咐，把他们都给我赶出去，看他们不顺眼。好嘞，没问题。站住！ 这里不欢迎你们，赶紧给我滚出去！凭什么他一句话我们就要走？我们也是客人。我没说你们不是客人啊，但是江大小姐是我们的 VIP 客户，我们店自然得先满足 VIP 客户的需求。什么时候吃个饭也要分三六九等？啊，因为人啊，本来就有三六九等。我是高高在上的江家大小姐，而你只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下等人。好了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啊！帮我在门口立个牌子。 江暖与狗不得入内。好嘞，没问题。哎，还愣在这干嘛呢？非得让我找人把你们扔出去才肯罢休是吧？你是新来的？你在跟我说话吗？是，我劝你现在赶紧把你老板叫过来，不然你会有大麻烦。你这个小兔崽子！行，我现在让你先来一个大麻烦。你敢动他，我跟你没完。嘿，你敢在我的地盘动手？来人！ 把他们三个给我打一顿，然后扔出去！住手！你终于来了，他们在这闹事我正要把他们赶出去。伯伯，我们没有闹事，是他不让我们在这里吃饭。老板，他们三个得罪了江大小姐，今天必须把他们赶出去。嗯、该赶出去的人是你！啊、你们几个，啊、把他给我带下去！ 对不起，江小姐，是因为我的管理失误，影响了你们吃饭的心情。呃，这样，你们今天的消费免单，您看可以吗？呃、哦，我没事的，不用免单。您挣钱也不容易啊、呃。这、呃，感谢江小姐的理解。那这样，今天的饭打折，包间在里面，你们进去、哎。老板，等一下，他得罪了我，你怎么还跟他道歉呢？我可是你们店的 VIP。我不管什么 VIP，凡是进店消费我可没有因为一个客人而赶走另一个客人的习惯。 信不信我以后再也不来了？江大小姐来不来是您的自由，您随意。信不信我让你们店倒闭啊 <laughs> 让我的店倒闭，恐怕江家还做不到。你老板江大小姐好歹是你们店的客人，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子言，谢谢你替我打抱不平，听到了没有？我朋友一句话呀，就可以让你店倒闭。哦，这位是？ 说出来呀、啊，怕把你吓死。我朋友是唐家大小姐，唐子元，是盛世集团总裁盛林渊的未婚妻。盛林渊原来有未婚妻吗？哈，原来是盛大总裁的未婚妻啊！当然，盛总裁一句话确实能让我的店关闭。那你现在知道该怎么做了吗？啊，知道了，我已经做好了关店的准备。什么？老板，你不用为了我得罪他们。 你做生意不容易，我带孩子们出去吧。江小姐，您不用离开，也不用感到愧疚。要不是因为小少爷，我这店早关门了。小少爷，我的意思是，正是因为有江小姐这样能够带着小少爷和小姐来的客人，才有了我们饭店的今天。老板您言重不言重，做生意呢讲究的是诚信。正是因为有了你们，才有了我们店的今天。只要我这个店开一天，绝不会赶走任何一个客人。谢谢老板，那我就不是客人了吗？当然，江大小姐也是客人。 但你要是吃饭呢，我随时欢迎。但你要是昧着良心让我们赶走其他客人，那这个生意不做也罢。好，好，好！你以为就是店开不下去这么简单？我朋友一句话就让你在云城没有立身之地，是吗？云城还有这么厉害的人？我盛林渊怎么不知？我盛林渊怎么不知道？ 是的。你忘了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？对了，雪儿，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为他说好话，更不能叫他爹爹，知道吗？记得了吗？呃，因为我们要和一个叔叔吃饭，到时候看你们喜不喜欢他。那个叔叔果然是他，盛渊 <圣 S 3>。 差点忘了，唐子言是他的未婚妻，盛总肯定是过来给子言撑腰的，你们完蛋了。林渊，你也来吃饭吗？好巧呀！是，我要是不赶巧的话，怎么能知道唐大小姐如此威武？抱歉，我来晚了，久等了。这盛总怎么过来找江暖的？久倒是不久，只是她不是你未婚妻吗？未婚妻，林渊是朋友他们开玩笑的，敢拿我盛渊的名声开玩笑，你这朋友。 胆子不小啊，盛总，是子妍菲菲，快跟盛总道歉，盛总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再被我知道有人拿我的名声招摇撞骗，以后他和他的家族都不需要再做。林渊，你放心，我以后会监督他们的。你跟这位江暖小姐是什么时候认识的呀？我和她什么时候认识，需要向你汇报？当然不用，只是。 菲菲跟我说了一些江暖小姐的事情，不知道你知不知道。菲菲，你是江暖的妹妹，你跟林月说吧。啊，盛总，我不是故意说我姐姐坏话,话的，她呀，名声确实不太好。六年前，她还和野男人……野男人，盛总，我没骗你。林月，这件事一查便知，菲菲也没必要骗你。我确实不该多问你跟谁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，可是我也不想让你陷入麻烦呀。 你是云城的焦点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所有人都在注视。你可千万不要被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你跟盛家的名声啊！确实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能被不三不四的人连累。从今天开始，唐子言，你不准再踏入盛家半步。林渊，你另外，你不许再喊我的名字，我可不想被我的被人误会。好了，这下不用被不三不四的人连累了。快吃饭吧，孩子们早就饿了。<laughs> 哎，盛总这边请，江小姐。子言，你不是说你快跟他结婚了吗？怎么盛总对你的态度？我跟林渊的关系很复杂，你先不要操心我，操心操心你自己吧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你该不会忘了你江家大小姐的位置怎么来的吧？ 什么？怎么来的？我本来就是江家大小姐，现在江暖回来了，还处心积虑地认识了林渊。你觉得他下一步会怎么做？你是说他要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？那也未必，说不定他会跟你情同姐妹，一笑泯恩仇呢。我还有事，饭就先不吃了。啊？你最好祈祷我真的没有证据。没错，他一定是回来抢我江家大小姐的位置。 江暖，你别以为你攀上了盛灵渊，我就拿你没办法。当年我能对付你，现在一样可以。哎，子昂、雪儿，你们先进去，想吃什么随便点。好的，妈咪，去吧，吃饭去喽。刚才谢谢你啊，你拉我过来就是说这个的，不止这个，在正式把你跟孩子介绍之前，我想给你个反悔的机会。反悔？我为什么要反悔？ 你和你那个未婚妻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刚才不是都说了吗？她不是我的未婚妻。她，你该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对你一个不行的人有什么好吃醋的？毕竟我们是相亲，没有感情基础。只要你能扮演好父亲这个角色，让孩子开心。盛大总裁有多少红颜知己，我都不会干涉，都没有关系。 所以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在婚后各玩各的？你已经做好了在结婚以后给我戴绿帽子的准备了，是吗？盛大总裁还在乎这个呀？就算我再不行，也还是个男人。明白明白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干涉盛大总裁。我自己对男人没兴趣，只想照顾孩子长大。所以盛总放心，你不会变绿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都不行了，自尊心还挺强。 好了，说回正事吧。我说给你个反悔的机会，是因为你未婚妻说的不无道理。如果我和你结婚，肯定会影响你和盛家。毕竟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的名声确实不好。你恨那个男人吗？我怎么可能不恨他？他几乎毁了我的生活。当我知道我怀孕的时候，我恨不得找到他，和他同归于尽。但是，如果。 呃，我是说，如果那个男人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怎么办？没有这个如果。为什么？是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因为没有这个必要了，反正他已经死了。死了？你怎么知道他死了？我都看到他墓碑了。墓碑？墓碑上写的是谁的名字？你怎么知道他就是孩子的生父？你怎么这么关心这件事情？哦，你是怕我们结婚以后？ 他的生父会找过来是吧？你放心，我已经百分之百确定他已经死了。百分之百确定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既然盛总这么在乎这件事情，那你还是综合考虑一下我名声的问题，考虑一下反悔的事情吧。我考虑好了，这样挺好，不耽误人家。还不过来吗？孩子们都饿了。他没有反悔。 他竟然一点不在乎名声的问题。妈咪，我们可以吃饭了吗？对不起啊，妈咪让你久等了。来，我喂你。相亲应该不算违反协议吧？你别高兴得太早，你还没让妈咪喜欢上你。那还不是迟早的事。哎、你们也吃啊。嗯、你们怎么这么像啊？ 你们怎么这么像、啊？不好，要暴露了！叔叔，你干嘛学我？呃，哦、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子啊，叔叔不学你动作了。我还以为这样子能和小朋友拉近距离哪有你这么拉近的呀？呃、我在多想什么呢？孩子的亲生父亲明明已经死了。哦，对了，雪儿子、啊，叔叔还没有给你们准备礼物呢，你们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？我就不要了。真的吗？什么都可以吗？ 雪儿不可以跟叔叔乱要东西的，嗯、没关系的，小暖。是的，雪儿，什么东西都可以哦。那我想要跟叔叔堆雪人。堆雪人？之前下雪的时候，别的小朋友都有代替陪着堆雪人，只有雪儿没有。雪儿，现在还没有下雪呢，我们等下雪的时候再邀请叔叔一起玩，好不好？好吧。到什么时候才可以下雪、啊？ 小孩子总是天马行空的，你不要介意啊。吃饭吧，回去后我去问问孩子对你的看法。不急，先看看雪儿是不是喜欢我送给她的礼物吧。礼物？什么礼物啊？哇，妈咪，你看，下雪了！啊，真的下雪了！真的下雪了！这是你做的？ 人工造雪而已，花不了几个钱。谢谢你啊，不用，这都是给孩子做的，孩子的心愿，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？慢点，慢点，叔叔，现在下雪了，你可以陪我堆雪人了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雪儿想要堆一个什么样的雪人啊？我想堆一个很可爱的，别的小朋友都要可爱的。没问题。 我们最可爱的雪儿堆的雪人就应该比别人的都要可爱。走，慢点啊！走喽。孩子的父亲<走>好像真的挺好的。慢点，慢点。妈咪，子昂，你喜欢这个叔叔吗？妈咪喜欢，我就喜欢。妈咪喜欢叔叔吗？妈咪好像再也喜欢不上任何人了。不过妈咪觉得他，嗯，挺好的。嗯。 注意安全。辛苦你了。你你你干什么？我想，我们可以去领证我还没有问雪儿的意见呢。这还用问？你流程得走一下吧。这家伙都不行了。我溜。 女人总是喜欢做一些多此一举的事情。盛大总裁，别高兴得太早，你只不过才迈出第一步，革命还尚未成功。明白，但我相信前途一定是光明的。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。雪儿，开心吗？开心，这个是叔叔给我堆的雪人，可不可爱？可爱，和你一样可爱。雪儿，你喜欢这个叔叔吗？我当然。 为了雪儿，你以后绝不能在妈咪面前为他说好话，更不能叫他爹爹，知道吗？如果我们说了好话，妈咪就算不喜欢爹爹，也会为了我们委屈自己。你也不想妈咪受委屈吧？我差点忘了，我不能让妈咪受委屈。怎么了，雪儿？你是不是不好意思说啊？没关系，那我们就不说了。妈咪，我不喜欢这个叔叔。什么？ 不喜欢？为什么呀？你们刚才不是玩的挺开心的吗？因为叔叔没把雪人堆的像我一样可爱。雪儿、啊，雪人是假的，怎么能跟你比呢？那你为什么不喜欢叔叔啊？这我不管，反正叔叔没把雪人堆的像我一样可爱，我就不喜欢他。哼，<laughs> 好了好了，妈咪知道了，那你自己先玩会儿好不好？嗯，终究还是有缘无分。 子昂哥哥，我按你说的做了。雪儿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下没话说了吧？我就说不用问了。走吧，回去拿户口本。雪儿说不喜欢你。什么？非常抱歉，浪费您时间了。等等，雪儿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她有说为什么吗？她说你堆的雪人没她可爱。这这算什么理由？你忘了上次我怎么跟你说的？ 我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怪我。小孩子理由我们确实不能理解，不过雪儿不喜欢你是事实，所以等等，先别做我现在就去给他做一个最可爱的宣出来哎，等等，你这样反而会吓到孩子的。那怎么办？就让雪儿这样不喜欢我吗？你居然这么在乎雪儿喜不喜欢你？我当然在乎，我可是雪儿的叔叔。我知道你很急，但你先别急。 抱歉，刚才是我着急了。可是我真的太喜欢雪儿了。子昂，你刚刚说让叔叔先别急，是知道什么吗？妈咪，我觉得雪儿是第一次见叔叔，有点不熟悉，也许下次就好了。我觉得就是像子昂说的这次。谢谢你帮我，不必，我去找雪儿。毕竟是我犯的错，总要弥补一下。子昂说的没错，这样吧，过几天我再带孩子们见你一面。 如果到时候雪儿还是不喜欢你，没有这种如果，一定会让雪儿喜欢上我的。他是真的喜欢我的孩子啊！你干什么？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，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，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。哼，居然还是个占有狂，不知道的以为孩子是你的。子昂哥哥，我按你说的做了，我棒不棒,棒？ 啊，爹地怎么走了？爹地只是去忙工作，下次妈妈会带我们继续见他的。太好了，那是不是说妈咪有点喜欢爹地了？嗯，那里面有没有雪儿的功劳？都是雪儿的功劳，雪儿最棒了。雪儿，子啊，我们回家吧。好啊。成成，圣有多少有孩子的女人？ 至少有几千人吧。小孩是六岁左右，小女孩大概有几十人。给他们加一个月工资，这两天让他们交一份报告上来。报告内容是如何让六岁的小女孩喜欢你。妈咪，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那个叔叔呀？你不是不喜欢那个叔叔吗？怎么还想见他呀？妈咪，雪儿其实……江小姐。 你是唐子言，你是来找我的，江小姐不用担心，我不是来找麻烦的，相反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之前在餐厅，我听信了江菲菲的一面之词，为了替她出头欺负了你，实在是不应该。江小姐，对不起。呃，你真的是来道歉的？除了道歉，我还有些话想跟你说，是有关你跟林渊的。我江小姐先听我说完，不瞒您说。 我从小就喜欢林渊，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正眼瞧过我。我一直觉得，只要我坚持，总有一天他会被我打动的。可是，我今天看到他为你人工降雪，还在雪地里面陪你和你的孩子玩，我就觉得这个男人已经不属于我了。我想我该放下了。江小姐，林渊是我见过最优秀的男人，能得到他的喜欢是你的福气，我很羡慕你。祝你跟林渊幸福。 竟然是来祝福我的。哦，对了，江菲菲可能要设计对付你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妈咪不喜欢他，不喜欢？为什么呀？人家又是道歉，又是来祝福的，还提醒我小心，再好不过了吧？不要看他说什么，要看他做什么。老板，江大小姐好歹是你们店的客人，你这样做也未免太过分了吧？ 你可千万不要被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你跟盛家的名声啊！也是啊，他对我的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确实很可疑。哎，我的儿子，你什么时候能说出这么哲理的话来了？嗯、你该不会是个天才吧？嗯，嘿嘿嘿，<laughs> 妈咪，我是听叔叔说的，怪不得，我还以为我的儿子比我都聪明。走吧，回家吧。哎、嗯，喂，你好，哦，对，是我，好的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子昂，雪儿，你们先回家。 妈妈有点工作要处理啊，注意安全，嗯、去吧。雪儿，我们去买菜。雪儿，你怎么了？子昂哥哥，我说错话了，你为什么不说我？子昂哥哥，我说错话了，你为什么不说我？雪儿，子昂哥哥我是笨，但我不是两三岁的小孩了。我跟妈咪说。 我不喜欢这个叔叔，是不是说错话了呀？雪儿，那不怪你，是我让你那么说的，要怪也得怪我。不怪子哥哥，子哥哥让我不说好话，也没让我说坏话。子哥哥，是不是因为我说了丹迪的坏话，妈咪再也不喜欢丹迪了？没有，雪儿。 你不要多想，妈咪又给了爹爹一次机会。我之前说很快就能再见到爹爹，是真的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子昂哥哥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？你那么聪明，还会做饭，还那么会说话，还会照顾我们。而我笨笨的，我什么都不会，除了吃饭。 什么都不会，雪儿，不许你这么说自己。我们是分工不同，我是家里的男子汉，负责照顾好你和妈咪，是应该的。那我呢？你也有自己的分工，那就是长大，吃饭就能长大。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，我也想帮子昂哥哥。等你长大，你长大就能帮到我喽。 那我要快快长大。嗯，我们去买菜吧。买完菜回去给你做好吃的，吃饱了才能长大。地址确实是在这里啊，怎么在这种地方谈合作？哈哈哈哈哈！呃，请问你是马洪才马老板吗？ 哦，哈哈哈是我是我，你就是江暖小姐吧？没想到长得这么漂亮。马总今天这么忙，要不我们改天聊吧？啊，不忙不忙，你们两个还不出去，别耽误我谈生意。好了，现在没人打扰我们了，来，快请坐。要不我们换个地方聊吧？这地方不挺好的吗？还能喝喝酒。来，我们先喝一杯吧。 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成功。抱歉啊，我不在外面喝酒的。怎么，你该不会是担心我这酒里下了东西吧？江小姐，你防小人也就算了，我这君子你也防啊？不过也不能怪你啊，毕竟我们第一次见面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嘛，我能理解。哈哈哈，这女人还挺谨慎，不过我早有准备。 这瓶酒还没开封呢，我现在就当着江小姐的面打开它，这样你应该可以放心喝了吧？嗯，马总不用开了，我说了我不在外面喝酒。不是我都这么有诚意了，你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？那不打扰了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江小姐，我刚才只是随口说说，你别当真。既然你不愿喝酒，我怎么会这么勉强你？那我们就直接谈工作吧。来，快请坐，我给你拿合同。 这人果然有问题了，好、啊，那我们就直接谈工作吧。来，快请坐，我给你拿合同。我倒要看看是谁指使他的。嗯，来，你先看看，这是我你的合作协议，有什么条件随便提，都可以商量。信息条款有些多呀，我一时半会儿可能看不完。啊，不着急，你慢慢看，我今天的时间都留给你，毕竟我是非常希望。 能和江小姐合作，以为不喝酒就能逃过去了？我只要拖住你，等到江菲菲带人来，照样插翅难飞。哎，马总，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？我妹妹介绍的吗？你怎么？当然不是，这还由人介绍吗？江小姐的设计能力在业界那是出了名的，我早有耳闻。原来如此啊！哎，果然是江菲菲。 雪儿，你还有别的想吃的吗？子昂哥哥，够了，雪儿想吃的都有了。那我们回家吧。他、啊、果然在跟踪我和雪儿。子昂哥哥，怎么了？雪儿，不要回头，听我说。<laughs> 江菲菲应该快到了，马上就能品尝这个女人的滋味了。姐姐一定会比妹妹更美味吧，马总？哦、这个条款是什么意思？呀？哪个条款啊？妹妹，你来了 <coughs> <coughs>。好好一个大男人不当，非给江菲菲当狗。不过也好，利用你这只狗把江菲菲咬出来。我那个姐姐想必已经等得着急了吧？江菲菲。 盛总，这就是从那些报告里边提取的精华内容，对您有帮助吗？大部分没有帮助，不过还是给了我一些启发的。再放一遍啊！是。盛林曰，我是姜子昂。子昂<早>，昂<早>，我和雪儿、啊、被坏人跟踪什么？立刻给我查！是。不用管我们，我有办法对付坏人。 你现在立刻去找妈咪，我怀疑妈咪也遇到了危险。只要妈咪没事，我保证雪儿会跟妈咪说。立刻查出江暖的位置。是，盛总，小少爷那边真的不用管吗？他说不用就是不用，因为他是我盛凌渊的儿子。是，小子安哥哥怎么样了？可以了，辛苦雪儿，给我吧。我说的你记住了吗？嗯嗯，我记住了。那我们开始对付坏人吧。 正忙着呢，是啊，我现在正工作呢。哎，叔叔，我能借你电话用用吗？接电话呀，叔叔，我们找不到妈咪了，所以想借你的电话打个电话给妈咪。居然自己送上门了，啊。小朋友，不是叔叔不借给你，是因为叔叔的电话他没电了。 叔叔，你刚才还在用手机打电话呀？对呀、啊，就是刚刚没电的呀。<laughs> 不过没事啊，打不了电话没关系。你们知道自己的家在哪儿吗？叔叔可以送你们回家呀。真的吗？叔叔太好了。<laughs> 雪儿，别让叔叔送我们了。你没听见刚才叔叔打电话说吗？叔叔很忙的。哎，不忙不忙，叔叔就算再忙，也有时间送你们回家呀。 那就麻烦叔叔了，不麻烦不麻烦，叔叔这个人呐、啊，最喜欢做好事了呵呵，走吧，两个小屁孩居然自投罗网了、啊，真是省事儿。到了没人的地方，我就直接绑走他们。这马洪才怎么把自己也关趴下了？不过这目的倒是达到了。好热，江南，还认识我吗？帮帮我，我好热。 别急呀，我的好姐姐，我这不是来帮你了吗？我姐姐她需要帮忙，你们四个可得给我好好卖命。江大小姐，放心吧，能把吃奶的劲使出来。那就一个一个来吧。江暖，六年前你就没有斗过我，你以为傍上盛林渊就能斗过我吗？等到明天，整个云城都是你的视频。看盛林渊。 还怎么帮你？没想到啊，我还能第一个来。那那、嗯嗯、什么，都别动！啊、你竟然是装的！菜市场了，准备动手。<laughs> 你们怎么这么慢啊？能不能快点？对不起，叔叔，菜太沉了。提这么点菜都费劲，你们吃什么长大的？叔叔，要不你不管我们了？ 我们歇会儿，自己回去。那怎么能行呢？叔叔说好了要送你们回家。来，把菜给叔叔，叔叔帮你们拎啊。啊啊！救命啊！你胡说什么啊？我是在帮你们拎菜。啊、别打我！别打我！你再敢胡说，信不信我？你是什么人？你想带孩子做什么？阿姨，我们不认识他。 他过来就说送我们回家，我说不用，他就对我们动手了。你胡说什么、哎？大姐，你真的误会了。他们说让我送他们回家，然后说菜太沉了拎不动，我就帮他们拎菜。这点菜我们怎么可能提不动？哼，果然是人贩子！来人呐，有人要拐孩子了！什么？竟然来了人贩子！该死的人贩子，别让他跑了！<laughs> 再敢跑，把你当猪给剁了！我竟然栽在了两个孩子手里、啊！耶耶耶耶耶！都别动，你竟然是装的！都被你害过一次，我还能那么没长进吗？倒是你，六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还只会用这招害人！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跟我上！他不敢杀我，确定吗？不要杀我！确定，你就安安全全的送我出去。 拦住他，别让他走！你是想害死我吗？谁管你死活？只知道是他出去了，我们几个都得完蛋。嗯、你还愣是干什么？不好！你你你你。你。你。江暖，你竟然敢让我流血！我弄死你！我一定要弄死你！可我狠狠收拾他！呃呃 你，<laughs> 他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给我上！<Labor ator il fi> 可是不是？他没立起来，赶紧给我上！赶紧给我上！上上<哈>林渊，总算赶上。圣圣林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当然是来救你。呃啊 真是谢谢盛总了、啊。你要是再晚来点儿，这些人啊都被我收拾了。我竟然没帮上忙，只要山子昂和雪儿知道，岂不是会觉得我这个父亲很没用？盛总，盛总，饶命！盛总，我该用什么理由饶过你？是他，是他，是他逼我过来的。我不想过来啊！他有家人威胁我，盛总。这么说，你还是受害者？对。这个理由好像不错。哎，我这衣服怎么脏了？啊？啊 圣总，我来给你擦。什么？居然敢对我圣灵渊动手！啊啊啊啊！啊啊啊这样，咱、啊、和雪儿、啊、就不会觉得我没用这家伙什么情况？怎么搞起钓鱼执法了？对不起，圣总，都是我的错，你就原谅我吧。你该认错的人不是我。姐姐。 你就放过我吧，放过妹妹吧。我可以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还给你，把江家大小姐的位置让给我。发誓，我再也不跟你抢了。发誓就不必了。你既然喜欢江家大小姐的位置，你就继续坐着。那谢谢姐姐原谅我了。毕竟接下来你的人生除了这个位置，什么都没有。什什么？从江振华断绝我妈手术费，并堂而皇之的将你跟你的母亲接进江家的那一刻起。 我就再也不是江家人。既然我不是江家人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会在乎江家大小姐的位置？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不想要江家的资产。盛总，你能帮我一个小忙吗？有多小？让江家破产，那么小？他确实挺小。张成，五分钟之内搞定。是。现在信了吗？你疯了吗？都是几个亿呀！几个亿的资产，那也是我妈打拼下来的。 让你们母女俩享受了这么多年，也该还给他了吧？盛总，能再帮我个忙吗？都待下去吧。是，进来吧。江暖，我不就是给你下过两次药吗？你至于对我赶尽杀绝吗？江暖，你不得好死！啊！奇怪<惯>，怎么了？江菲菲怎么没用绑架子昂和雪儿的事要挟？她又不知道那边失败。什么？她派人绑架子昂跟雪儿？放心吧，没绑架成功，孩子们现在很安全。那就好。 江菲菲现在长进了，敢同时绑架我跟孩子。看样子他是猜到那边行动失败了，所以干脆放弃挣扎，大仇得报。要不要一起喝一杯？不用了，我不在外面喝酒。等等，你这酒哪来的？就是你桌上放的这瓶，唯一没有倒出去的酒。该说不说，这个马洪才的品味还可以，酒味的还行。竟然真的是这瓶！这么大总裁，你都没有钱买酒的吗？还喝别人剩下的？酒又没开封，放着多浪费啊！ 这瓶酒被马洪才动过手脚。子昂哥哥，我们把坏人打倒了。雪儿，立正。子昂、哦、哥哥，怎么啦？江映雪同志，你打倒了坏人，我代表人民授予你小英雄称号。 希望你不骄不躁，再接再厉。子昂哥哥，你什么时候准备的？我好喜欢呀、啊！谢谢子昂哥哥，喜欢就好。嗯、走吧，回家做饭等妈咪。不愧是林渊的种啊，比我想象的还要聪明。哈 <laughs>、啊。江小姐，这金酒店房间还可以吧？ 要是不行的话，我再去换一件。有什么不行的呀？有张床能睡觉就可以了。好，江小姐，你要不先去隔壁的房间休息一下吧，我来照顾盛总就行。呃，我就不休息了，孩子还在家等着呢，我就直接回去了。好。哎<唉>，你要想想当初一样离开我吗？我不允许。当年。 当年你说的好像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不许你离开我！盛大总裁他学会碰瓷儿了？你放，你先放开我好不好？嗯，我不离开，放开。你先休息吧，我来照顾他。有有劳江小姐了。嗯，你看什么看？要不是之前你帮过我，我才不留下。说起来，别人是被算计，盛大总裁。 是主动中招，不愧是盛大总裁，果然与众不同。喝水。女神，你是在嘲笑我吗？不够明显吗？我嘲笑的还不够明显吗？很好，你是第一个敢嘲笑我圣林渊的女女神，你成功的引起了我的兴趣。你真是神志不清了，竟然说这种类人的话。好、啊，我们现在。 睡觉，好好睡觉啊！盖好被子、哎，起来。嗯、你你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我要和你一起睡。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别以为你中招了，我就不好意思对你动手。放开我！呃、干什么？你这哪是睡觉啊？你这是分明想睡我！女人，你是不愿意吗？我凭什么愿意？你放开我！ <coughs> 对了，这家伙不行，我怕什么 <coughs>？盛总，你能看上人家，人家求之不得呢，我怎么会不愿意啊？只是可惜了，盛总办不到啊。女神，你这是在玩火。又说这种雷人的话，我就是在玩火。有本事，盛总你的火烧我的身啊！ 没本事就赶紧给我睡觉去！女人，这是你自找的，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本领！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商林渊，干什么？你发什么疯啊你？你不是不行吗？真是你放开我！你个骗子！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你说对了，我确实是不行。哪个男人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？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。孩子的心愿，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？总算是赶上了。上林渊，从此以后我们互不相欠。 各自安好吧。端菜，你要饿的话就先吃吧。我要等妈咪一起吃。妈咪是不是遇到坏蛋了？不然怎么还不来？没事的，我让爹爹去救妈咪了。他如果让妈咪出事，他就不配做我们的爹爹了。 什么？爹地居然去英雄救美了？那妈咪喜欢上爹地了？你怎么知道妈咪喜欢爹地了？电视上都是那么演的，一个男孩子救了一个女孩子，女孩子就很快的喜欢上了男孩子。倒也没那么快，不过他怎么着也能得到妈妈的一些好感。要是他不蠢的话，<laughs> 妈咪。 妈咪，你回来了。子昂哥哥给我们做了饭，你快点去吃吧。妈咪不想吃，雪儿跟子昂一起吃吧。妈咪有些累了，想过去休息了。妈咪，你是不是被坏蛋欺负？那个叔叔没有帮你吗？雪儿，你之前说不喜欢那个叔叔，对吧？妈咪，我其实不喜欢就对了。那个叔叔就是个骗子，你以后看见他，离他远远的，知道了吗？ 妈咪怎么说？daddy 是个骗子呀！一定是他做了什么让妈咪生气的事。我真是高估他了、嗯。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！女人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现在就让你领教一下我的本领你！你放开我！你个骗子！我昨晚怎么会说那种话，做那种事？ 为了向他道歉，只要他能原谅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嗯，就这么放。他把我删了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连号码都给我拉黑了，这是连道歉的机会都不给我。 不知道盛总今天怎么了，心情特别不好的样子，看来有人要倒霉喽。罗副总，你是怎么做事的？这么低级的错误也给我犯！盛总，你听我解释，那是因为……你在给我找借口！对不起，盛总，我错了，我会负责到底的。负责？你怎么负责啊？盛氏集团这么大的损失，你承担得起吗？亏我还把你放在副总的位置上，就这样对待我的信任的。盛总，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保证。这拿什么保证啊？我已经给过你机会。 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，立刻收拾东西走人，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什么？还不走？盛总，我知道我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让你失望了。我是该走的，但是盛总，我不想就这么带着遗憾的走。你和盛世公司培养了我这么多年，我不但没有回报，还犯了这么大的错误。我如果就这么离开，我的心会一辈子不安的。盛总。 请您让我弥补自己的过错吧。等我弥补了自己的过错，你不用说，我自己就会离开，永远都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不愧是刘副总，有水平啊，还给我打起感情牌了。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？盛总，我这都是肺腑之言啊，没时间听你废话，立刻给我走。子昂、啊，雪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都出去。 都在这儿给我看着，不许出去！行，都待着吧。子昂，你怎么带雪儿过来了？盛林渊，你对妈咪做了什么，让妈咪那么生气？子昂，我我我我昨天是因为……你在给我找借口吗？子昂，对不起，我向你道歉，我一定会对你妈咪负责的。负责？你怎么负责？我妈咪受到的巨大伤害，你负责得起吗？子昂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向你保证。 凭什么相信你的保证？机会我已经给过你了，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。从今天开始，你不要再找我们，我们再无任何关系。什么、啊？等等，怎么你要强行留下我们吗？走，雪儿，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你们不想认我。 是应该的，子昂、雪儿，我知道自己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，让你们失望了。你们不想认我是应该的，但是现在我不能放手。我让你们的妈咪受了这么多年的苦，现在不仅没有弥补她，还对她造成了更大的伤害。如果就这样放手的话，我的心难安呐。子昂，我求你给我个机会，让我弥补你们的妈咪吧。等弥补她之后，不用你们说。 我自己就会离开的，再也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。爹地，还打起感情牌了？你以为我吃你这一套？我都是发自肺腑的，是不是？都跟我没关系，让开。子昂哥哥，我们再给爹地一次机会吧。雪儿，雪儿，有些人不长记性，再给多机会也没用。我保证记住了，绝不再犯。 狼哥哥，你看，Daddy 都认错了，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吧。雪儿不想刚认识 Daddy 就又再也不见了。嗯，<laughs> 好吧，看在雪儿的面子上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。走，雪儿，谢谢你们。你不要高兴的太早，妈咪对你很生气，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。妈咪要是不原谅你， 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，妈！咪要是不原谅你，我和雪儿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。雪儿，我们走。爹地，你一定要加油啊！雪儿，我一定会加油的。<laughs> 刚才发生的事情，出了这个会议室，都给我忘记，都不准再提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回去工作吧。盛总，我。 你是不想工作了？呃，我这就去工作。谢谢盛总，谢谢盛总。子昂哥哥，谢谢你为了我又给爹爹一次机会。雪儿，你是妹妹，我是哥哥，哥哥为妹妹做什么，妹妹都不用说谢谢。子昂哥哥，<laughs> 走吧。 不要高兴得太早，妈咪对你很生气，她可不会轻易原谅你。是啊，我怎么做才能让她原谅我？盛总，这份合同是有问题吗？哦，没问题。盛总，你这支笔没水了，你用这支。没水了。放手，现在立刻带我去医院。去医院？盛总，您是生病了吗？ 生病我得了很严重的心病。这个世界上谁都有可能骗你，但钱不会。以后就专心搞钱吧，子昂、雪儿，对不起，妈咪只能委屈你们没有父亲了。哇，好大一束花，该不会是哪个追求者送你的吧？不是，这个呀是客户送给你的，暖暖姐，客户送我的，谁啊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 反正我知道啊，是一个大帅哥，他现在在会客厅等你呢，你快去看看吧。大帅哥，该不会是？果然是他。江暖，你来了。茂茂，送客。等等，盛总又要用强了吗？江暖，我今天来是来向你道歉的，我那天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是因为神志不清了。舒服吗？什么？ 我是问你，那天和我睡觉舒服吗？确实还挺舒服、啊啊，还知道舒服，那看来还不是神志不清。这这，江暖，你恨我怨我，我都能理解的，毕竟是我犯了大错，但我盛林渊不是不负责任的人。这是股权转让书，只要你签了字，盛世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就都是你的。 盛世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，那得好几百个亿吧。盛大总裁真是大手笔啊！啊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的话，你是不是觉得人犯了错，只要花钱就可以得到原谅啊？江暖，这个股份转让书只是我想要表达对你伤害的一种补偿。我不求能够得到你的原谅，只求能够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。盛大总裁不用补偿我，毕竟我跟你什么关系都没有。 江暖，我对你和孩子是真心的，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吧。机会？盛大总裁这么想要机会啊？只要你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那盛大总裁把自己阉了吧？啊？你要把自己阉了？那你之前说不行，不就不是在骗我了吗？这我确实做不到。既然做不到，就不要随便说什么都可以，那样我只会觉得你更加卑微。盛总，不送，以后请你也不要再来了。 你说让我把自己阉了，这我确实做不到。但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用白费力气了。结扎手术，你把自己结扎了？三哥哥，你说妈咪会原谅 daddy 吗？嗯，恐怕很难。 因为妈咪这辈子最恨别人骗她，那该怎么办？我们要不想想办法帮帮 daddy 吧？雪儿，你这次绝不能帮他。这次不是妈咪喜不喜欢他的问题了，而是他让妈咪生气了。如果他自己不能让妈咪消气，妈咪一辈子都不会释怀。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子昂哥哥。希望 daddy 一定要加油啊！雪儿，我们走。 哦、雪儿，小心！子昂、啊、哥哥，子昂哥哥，小东西反应还挺快，居然没把你撞死。现在死不死无所谓，反正早晚都上岸。子昂哥哥，子昂哥哥，你快醒醒，雪儿。 快跑！<laughs> 就你还想跑？你们要是跑了，我还怎么拿你去跟你妈报仇？果然是冲妈咪来的。嗯。你好。你好，姐姐，好久不见了你是江菲菲？姐姐这么快就听出来了，不会是想我了吧？你怎么被放出来了？ 当然是有人救我了，你猜这会是谁呢？难道是他？你把自己鞋脏了，小暖，我之前说自己不行，确实是骗你的，但我其他对你说的话都是真。的，我不会再有其他女人，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。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，我知道你已经不愿意轻易的相信我，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，至少这样你可以相信我，不会对孩子们不好。我现在是担心你不好。 你你快去做回来，做不回来了，这是永久性的。永久的，你有病啊！我是有病，你和孩子就是我的心病，能帮我治病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我把你拒绝了，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了。那没有就没有啊，江暖，你不要多想，我做结扎手术，只是为了想让你相信，我之前说的话不全是骗你的。我不奢求你能够原谅我，只求你能给我一次补偿你的机会。 那个，你先坐下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唉，好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这么紧张，是因为在乎吗？绝不可能是盛林院。你给我打电话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件事情？ 当然不止了，好久没见姐姐了，想见你一面。我没时间，更没兴趣见。先别着急着拒绝呀、啊，姐姐，看看我给你发的视频吧。视频。雪儿，走！蒋菲菲，你把他们怎么了？他们呀，只是睡着了。只要姐姐你来见我，他们就没事。 可是你要是不来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我死都不会放过你。只要你乖乖听话，不会把孩子怎么样的。记住，只要你一个人，要是你敢告诉别人，他们就死定了。好。<laughs> 哎，暖暖姐，你干什么去啊？雪儿、子昂，别怕，妈咪一定会救你们出来的。客人要来了，交代你们的都准备好了吗？ 江大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们可是专业的，快去准备吧。嗯、江暖，我说了要让你加倍奉还，嗯、你一个人的命又怎么够？电话还没打完吗？人呢？啊？ 先生，我以为你也走了呢。也，小暖走了。对，暖暖姐她好像是要见什么人，急匆匆的就走了。什么？那我给她打个电话吧。嗯，好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您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subscriber o u i e n o t b h e 哥哥，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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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哥。 你没事吧，雪儿、啊？我没事。你知道我们这是在哪儿吗？狼哥哥，我不知道，我也是刚刚醒来的。手表也被收走了，他们真是够谨慎。子昂哥哥，他们抓我们干什么？妈咪会来救我们吗？他们抓我们就是想利用我们害妈咪，所以我们不能等着妈咪救，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逃出去。 嗯、哟，醒了，真巧，你们的妈咪也快到了。哎，江菲菲，我来了。江暖这么快就来了，这么着急见我，妹妹还有点感动呢。少废话，我的孩子呢？站着别动！我知道你很能打，你要是再靠近我，我就把火器丢出去，让你的孩子砰的一下，什么都不剩。你敢！ 江暖，只要你乖乖听话，我是不会拿他们怎么样的。江菲菲，你恨的是我，你放了孩子，我任由处置。哇，这就是母爱吗？这也太伟大了吧！但是，真的是不是像你说的那么伟大？我还需要验证一下。这是你能为你孩子做到哪一步？你是想让我自杀吗？ 暖暖姐，她连我的电话也没接，估计是有什么急事要处理。这样子，您先回去，等她回来了，我再通知您。有了，连招呼都不打就走，她一定是在躲我。她果然还是没有原谅。不对，就算她躲着我，也不至于连同事的电话都不接，一定是出什么事了。我的好姐姐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 虽然你让我什么都没有了，但是我不会让你直接去死，毕竟这也太便宜你了。你想让我怎么做？我要你一刀一刀的捅自己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我要你一刀一刀的捅自己，直到我满意为止。原来如此，啊，那我要捅自己多少刀，你才会满意啊？嗯，这就要看看你的母爱。 什么时候能打动我了？毕竟只要你捅的刀数越多，我就越感动，直到我热泪盈眶，我肯定会放了他们的。怎么会保证放了他们？江暖，你没资格跟我谈条件。要么你按照我说的去做，要么就让你的孩子现在就消失。怎么，怕了？哼 <laughs>，刚刚不还是为了你的孩子？ 任由我处置吗？怎么现在犹豫了？江暖，你露馅了！你跟我一样，你只爱你自己。抱歉啊，刚才确实是怕把,把我扎错位置，一刀就被自己送走了。那样你不是太失望了吗？竟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！是江菲菲绑架了孩子，谁把她放出来的？是盛总，我们还在调查，得快点。 孩子和焦暖阳是个三长两短，你们都别干了。是，叔叔，只要你放了我，不管那个女人给你多少钱，我都会给你双倍。双倍？小屁孩还想骗我？你他妈以为你是谁呀、啊？我是盛林渊的亲生儿子。哼，盛林渊，你要是他亲生儿子，我就是他的亲兄弟。臭小子还想骗我？ 老子骗过的人比你吃过的米都多，真的是！给我闭嘴！就算你是圣灵渊的儿子又怎么样？你以为我会蠢到被你收买吗？我现在已经绑架你们两个了，就是现在把你们放了，我也是在劫难逃，所以我只会一条道走到黑。等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就可以拿着钱去国外逍遥快活。你的任务是什么？我的任务啊。 就是送你们下去见妈咪，哈哈哈哈哈！怎么了？害怕了？别怕，我的手很快的，一点儿都不疼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。呀呀小子，你他妈敢绊我！叔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一句不是故意的就完了，老子的酒都洒了。 要不是因为时间没有到，我他妈现在就弄死你！真他妈晦气，老子他妈还得拿一瓶酒。咱哥哥，你疼不疼？雪儿，我一点都不疼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因为我有割开绳子的东西。他竟然真的对自己动手了，运 <laughs> 气不错呀！这一刀不致命。 不知道你还满不满意？一刀就想让我满意，你觉得可能吗？你急什么呀？你，江暖，这一刀失误了，捅的有点深。你真的不怕死吗？我当然怕死了，哪有人不怕死的呀？如果我的死可以换我的孩子活下去，我宁愿去死，因为我是一个母亲。别过来，我让你站在那。 要是再敢过来，我就把这些点燃。江菲菲，你威胁我，无非就是想折磨我。你自己动手吧，我没有力气了。江暖，你想耍什么花样？我让你自己动手。你不敢动手，是因为你不敢杀人吧？谁说我不敢？你要是敢杀人，你当年就不只是下药，应该把我杀掉啊，不就没有现在的事情了吗？妹妹呀、啊，你这六年真是一点长进都没有。 身为江家大小姐，不应该杀伐果断吗？对不起，江家被我搞没了，当我没说。江暖，你敢嘲笑我？你看我杀了你！你你这怎么可能？我这一刀还是刺得太深了、啊。我不是刺了三刀吗？怎么还有力气？谁说我中了三刀了？我这两刀。 可能没刺中啊，不过这肩膀上确实有点疼。毕竟不出点血，怎么能骗过你呢？江暖，你竟然敢耍我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我一定要杀了你！给过你杀我的机会，可是你不中用啊！江暖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！吵死你，还是好好睡一觉吧不是。怎么回事？我这是失血过多了。 你要杀了你！江暖，击<端>中目标，目标失去威胁，收到。盛灵渊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孩子出事了，我怎么能不来？来肩吧。 我送你去医院。等一下，先救孩子，妈咪让你们受苦了，我来救你们了。子昂哥哥，门打不开，果然从外面上锁了。没关系，那我们采取 B 紧话刚才说的你都记下了吗？子昂哥哥，我记下了。记住，我喊跑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，快、啊、快去门后躲好。 孩子呢？小兔崽子们，时间到了，我可以送你们上路了。你们谁先来呀、啊？孩子呢？我的孩子呢？<laughs> 我的孩子！孩子，雪儿跟子昂 <laughs> 他们根本不在这里，他们在哪？孩子，我从来没有说过你孩子在这里、啊 <laughs> 既然我要死了，不妨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他们已经死了。啊、我不相信，<laughs> 江南，我死了，我还拉着你的两个孩子陪葬。一直，终究还是我赢了。我的孩子，走。 哎，人呢？雪儿，跑！哎，人呢？雪儿，跑！哎，小兔崽子！呃、哎呦，你个小兔崽子，我弄死你们！哎哎哎哎，我被锁里边了！哎哎哎，开门！狼哥哥，你没事吧？我记得他们有两个。 是那个人没回来，我们赶快逃出去。生、嗯、总还活着，快去医院抢救吧！快，江暖，不要听他的，<laughs> 子昂比我还要聪明，他和雪儿一定还在哪里等着我们。雪儿跟子昂，雪儿跟子昂不会死的，盛凌院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帮我找到他吧，好不好？ 你找到雪儿跟子昂，只要你能找到他们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什么都不用做，子昂和雪儿也是我的孩子，不管发生什么，我一定会找到他们。张城派出所有人手，不惜代价，不惜成本，就算把云城翻个底朝天，我把孩子找到。是，大哥，搞定了没？ 麻袋我带来了，老二你可算来了！我被锁里面了，赶紧开门！啊，锁！大哥，你怎么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？你也太蠢了！你,你他妈少废话！他妈的俩孩子跑了，赶紧追！孩子跑了？三哥哥，你没事吧？ 雪儿，我没事。那两个孩子肯定跑不远，我们分头追。我竟然被那两个小崽子给耍了！等我抓到，看我怎么炮制他们！狼哥哥，他们好像要追过来了。雪儿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往那边跑，我往这边跑，我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。你能跑多远就跑多远吗那可不行！如果你被他们追上了，该怎么办？我是男孩子，跑得很快的，他们追不上。可是，雪儿，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 你难道不相信我吗，子昂哥哥？我当然相信你了，那就听我的，快走！子昂哥哥，你一定要小心啊！对不起，原谅我这次骗了你，一定要安全回到妈咪身边。子昂哥哥，你果然在骗我！雪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 雪儿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子昂哥哥，你没力气了，不告诉我还要骗我。雪儿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他们马上追来了，快走！子昂哥哥，我要和你一起走。雪儿，我已经走不动了，你和我一起，你也逃不掉了。听话，快点走！子昂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一直听你的，但这次我不想听了。你走不动了没关系，我背你走。 雪儿，你背不动我的。子昂哥哥，你还记得你之前说的吗？我什么时候就能帮到你了？可是我也不想光吃饭，我也想帮子昂哥哥。等你长大，你长大就能帮到我了。我现在已经长大了，可以帮到你了。我。<laughs> <laughs> 子昂哥哥，子昂哥哥，我们一起回到妈咪身边。雪儿，江小姐,姐肩膀上的伤不严重，只是失血过多，加上心神受到刺激，所以导致了昏迷不醒。子昂，雪儿，不要离开我。子昂和雪儿一定会没事的，我一定会找到他们的。 盛总有线索了，立马带我过去。是，盛总，这里应该就是关押着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。根据现场的脚印来判断，子昂少爷和雪儿小姐应该是已经逃离了这里。不过您放心，我已经派人在方圆三十平米的范围内地毯式搜索。好，我就知道子昂和雪儿一定没事。 下雪了，必须尽快找到他们。给我一辆车，我要亲自去找。是，脏雪儿，别怕，我马上就会找到你。雪儿，脏哥哥，你醒了。脏哥哥，你再坚持坚持，我们马上就走出去了。雪儿，你这是背着我跑多久了？快放我下来。脏哥哥，我不累。脏哥哥，我们说好的，要一起回到妈咪身边。 雪儿，快躲开！老哥哥，老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不要管我，快跑！竟然又没撞死，妈，两个小兔崽子太他妈幸运了！你们还挺能跑啊，居然跑这么远，差点就让你们给逃了！放开他，对我怎么样都可以。狼哥哥，他还小，还笨，记不住事，只要放过他。 他不会说出你们的。小小年纪就知道疼妹妹，我这个人呀，就是心慈手软，放了你妹妹也不是不行。不过呢，你确定我怎么对你都行吗？我确定。好，那你在这站着，我开车过来把你撞死。我今天已经失误两次了，我实在是堵得慌。可以，但你得先让雪儿走。好，成交，小姑娘，你走吧。好、哦。 我看他能走多远。等我撞死了，你就开过去把你妹妹也撞死，让老子白费了这么多力气，必须都得死。雪儿，快往树林里跑，汽车追不上你。杂哥哥，我不能走。雪儿，这可不是任性的时刻。要是我们都出事了，妈咪怎么办？我不允许你们欺负杂哥哥。雪儿。 小丫头，怎么回事？我不能躲，因为我的身后是哥哥。这可是你自找的，怪不得我了。现在就让我送你们一起上路吧，继续下辈子当兄妹吧。啊 <laughs>！走，雪儿。爹爹 <Daddy>，对不起，雪儿，爹爹来晚了，你没事吧？爹爹，雪儿没事。 你快救救子昂哥哥，他他受伤了。雪儿、啊，快把子昂弄起来。江成，你处理现场，我送孩子去医院。是。从树林里的脚印看，应该是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逃到这里的。可是从那个屋子到这里有十公里啊。等等。 雪儿小姐背着子昂少爷，足足跑了十公里。妈咪，子昂，雪儿，你们在哪儿啊？妈咪，妈咪，你们在哪儿？妈咪，妈咪、哎、终于找到你们了。妈咪，我们是来跟你告别的。为什么？不要离开我好不好？不要离开我！<laughs> 不，不。 我这是在医院吗？雪儿，哎，你醒了。沈凌渊，你一定找到孩子了，对不对？一定找到孩子了，对不对？你快说，是不是？孩子们已经……我不相信，你骗我！你是不是骗我？我的孩子已经……郑暖，孩子们已经没事了。<laughs> 真的吗？走。雪儿，雪儿，还好你们都在。 你们没有离开？你是在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我有没有说过，不许你踏入盛家半步？林渊，你怎么能对子妍说出这么过分的话？阿姨，没关系的。林渊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来盛家，也是最后一次叫你林渊了。我明天就要出国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回来了。你做什么不需要向我汇报？ 现在立刻滚出我家！你这孩子，紫嫣都要出国了，你怎么能对她这样呢？你还有没有良心呢？没关系的，阿姨，你跟叔叔要保重身体。林渊，再见了。你这孩子，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这孩子有多好呢？你就这样对他？妈，您先别急着骂我，我有几句话想要和我爸说。 你就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吗？你想让我说什么？事到如今，您还不承认是吗？非要等江菲菲醒来，我让她指认你吗？<it> rains, 你们俩在说什么呢？看来你都知道了。没错，是我安排的。当年我看那个女人不配我们盛家，我就不想让她找到你，所以才做了些手脚，让她误以为死的那个孤儿是你。 哎，果然是你，难怪他当年一直觉得我死了。本来想着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，可他跟你生了两个孩子，还是两个很聪明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林月有孩子？那不就是我们有孙子了？儿子，孩子在哪儿？快带妈去看看他们。妈，孩子刚刚被人绑架，生病住院了，等好点了再带你去看。什么？被绑架了？是谁干的？ 等等，林渊，你不是怀疑我吧？我是怀疑过你，谁让你老是偷偷去看孩子？什么，老头子，你背着我偷偷去看孩子，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老太婆呢？你先别着急，现在先说正事儿。林渊，幕后主使找出来了吗？当然，我刚刚进门那么生气，oh. 就是表演给那个人看。的。难道是子妍？什么？你们怀疑是子妍？ 怎么可能呢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他就是那样的人。当年误会江暖，估计就是他从中作梗。江菲菲，你个蠢货，成事不足也就算了，居然还没死，害我不得不冒险来灭你的口。 人呢？江菲菲早就被我转移了。不过，既然你想见她，我会送你去和她团聚。我这是自投罗网，怎么会？没错，都是我做的。当年你给江暖那一千万被我拦截了，根本没到他手里。还有他跟别的男人跑了的消息，也是我让江家家主放出去的。为什么这么做？ 为什么？因为我爱你，林月，我做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。我有什么错？爱一个人有什么错？别玷污“爱”这个字了，你不配。至于你有什么错，自己慢慢想去吧。反正下半辈子你也只能踩缝纫机度过。林月，你回来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你不能这样对我！都听到了吧？现在相信了？ 这个恶毒的女人竟然、就是、三番两次对我盛家的血脉下手，没想到她欺瞒我这么久。儿子，之前妈逼你和她结婚都是妈的错，你可千万别生气啊！妈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哎，不生气就好。那你是不是可以带我去看看孙子和儿媳妇呢？现在说儿媳妇还为时尚早，我还没追上她。 什么？这孩子都有了，你居然没有拿下他？你你是不是也太废物了？妈，废物这个词会不会有点太重了？原来是唐子言，难怪子昂会说不喜欢他。孩子们的第六感还是准的。对不起，都怪我太大意了，一直没有真正看清楚唐子言的真正面目，才让孩子们受了这么大的苦。孩子的心愿，我这个做叔叔的怎能不满足？ 在雪儿喜欢上我之前，你不允许去和别的男人相亲。孩子们的父亲只能是我，所以我去做了结扎手术。至少这样，你可以相信我不会对孩子们不好。他对孩子是真心的。你改变主意了吗？什么主意？和我领证的主意。领证之前，我想签下这份协议。这是。 果然又是一份协议哟！你之前签过类似的协议没有？我只是看过别人签过，我圣林院怎么可能会签这种协议？你这里面不会有什么不平等条约吧、啊？当然不是，很平等的，你可以看看。嗯、你管这个叫平等？我不同意。哪里不平等？哪里都不平等。你比如说这条，女方可以随时提出离婚，男方不能反对。 是平等吗？那你也可以随时提出离婚，我也不会反对。哪里不平等？这女人竟然觉得我是随便就会提离婚的男人？有问题吗？你再看这条，一旦离婚，两个孩子的抚养权都归女方，这总不平等了吧？那两个孩子本来就是我的，离婚后归我，哪里不平等？他们也是我的孩子。现在没问题了吧？有，当然有。我叨扰，婚后双方花钱要 AA，离婚后也不进行财产分割，盛总。 你没发烧吧？我不分你财产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了。结婚后我们的财产就是共同财产，就算是离婚了也要进行财产分割，该是你拿的钱一分都不能少，这才叫做公平。感觉这家伙是在鸡蛋里挑骨头。盛总是不想签这么不平等的协议，怎么可能会签？好吧，那领证的事儿就当我没说。等等。 其实也不是不能签，就是个别的条款需要稍微的修改一下。我的协议里只有同意和拒绝的选项，没有修改的选项。你这么霸道，不用勉强，不签、嗯。我中午接孩子出院，我们下午三点民政局见。 第二份不平等条约了，怎么有一种今日割五成，明日割十成的感觉了、啊？对了，那个围围巾送你，这是你知道啊？希望你不要嫌弃，我怎么会嫌弃呢？这是我收到过最用心、最好的礼物，谢谢你啊，江暖。呃、啊，你严重了，不值几个钱的。那下午见。哎，你喜欢什么？告诉我，我这都没有做什么准备，我立马去买。 哦，不用送我礼物的。你都送我礼物了，我怎么能没有回礼呢？说吧，喜欢什么？我，呃，我喜欢绿色，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，我放工作室。好、哦。下午子昂跟雪儿就有爹爹喊了。江小姐，嗯、江小姐，我正找你呢。怎么了？是子昂跟雪儿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孩子没事，是您的身体出了点状况。什么？ 恶性肿瘤怎么会？怎么会？医生，确诊了吗？百分之九十的几率是，当然还没有百分百确诊。我们这次是给你做全身检查的时候发现的，可能没那么细致。我建议您再做一个深度检查，说不定真的只是虚惊一场呢。如果确诊了恶性脑瘤，我还能活多久？ 积极治疗，恢复情况好的话，三到五年；不好的话，一年。我刚跟孩子们重新团聚，我刚给他们找到爸爸，我还没有看着他们长大呢，怎么就让我离开他？上林渊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还没到时间吗？那份结婚协议呢？在。 怎么？难道是良心不安，想要废掉这不平等的条约？确实该废除。盛总，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想跟你领证了。你说什么？不领证了？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不想。盛总，还是找其他良配吧。行了，你给我站住！你不说清楚，我是不会让你走的。我相信你不会无缘无故的改变主意。 确实不是无缘无故。如果盛总想知道我死心的话，我可以告诉你原因，因为我想我的孩子知道他们的亲生父亲是一个强奸犯。你知道我是孩子亲生父亲了？盛总希望我一辈子都不知道吗？不是的，我是打算领完证以后就告诉你。六年前那是个意外，我当时被人下了药，又是下药。 盛总就不能换个新鲜的理由吗？江暖，我说的是真的。你别碰我！我一想到被一个强奸犯碰过两次，我就感觉恶心的要死。江暖<总>，盛总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，小心我把你这个强奸犯送进去。嗯、其实我早就知道你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 原来你一直在骗我，原来当年那个人是你，<laughs> 上林渊。从此以后，我们互不相欠，各自安好吧。我刚知道是确实怨你，怨你毁了我的人生，怨你瞒着我。我见到你对孩子这么好，我已经不怨你。上林渊，原谅我刚才对你说的那些难听话。 要不要和一个短命的女人结婚？这种难做的题目我不能留给你，就让我自己消化掉今天是周末，办公室应该没人吧？还是先不回家了，万一雪儿跟子昂看出端倪，换个大点的工作室吧。 不然以后我送你的绿植都没地方放了。呃，我喜欢绿色，你可以送我一盆绿植，我放工作室。好。盛林渊，谢谢对不起。<laughs> 他把我当强奸犯。 在他心里，从来就没有原谅过我。盛总，不对，就算他不想原谅我，也不会对我说那样的话。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。张正，给我查查，看他到底出了什么事。是，医生，我来复查了。江小姐，你别太紧张了，说不定这次真的只是虚惊一场而已。希望如此吧。哎，江小姐，这次没有家属跟您一块过来吗？因为这次的检查呀，需要您处于昏迷状态，所以需要家属签字。我。 我没有亲属，没有家属。冒昧的问你一句，您不是有两个孩子吗？孩子的父亲呢？他，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来签字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我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江小姐，还是先检查要紧啊。家属签下字吧。哎，好。<我>医生，他不可以签字，我还没有领证。没领证。 那你就不能算家属，<laughs> 跟我走。你你干什么？哎、孩子都那么大了，还不领证，这个男人不是个好东西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到了。你带我来这儿做什么？江暖，我要做你的家属。我要做你的家属。盛凌渊。 你少自以为是了，我是不会跟你领证的，你只会让我觉得恶心。江暖，你这不是在骗我，你是在骗自己。你这样，我真的好心疼。谁骗你？我才没有骗你，我是不会领证的，你只会让我真的恶心。哭出来吧，哭出来就好了。好受些了吗？我们去领完证就去医院复查，好不好？ 盛林渊，我不能跟你领证，我很快就不在了。江暖，我说过，我这辈子不会再有其他女人，也不会再有其他孩子。我的女人只能是你，江暖。我的孩子也只能是子昂和雪儿。你在，我们就一起照顾孩子；你不在，我就替你照顾孩子。不管你在或不在，我盛林渊的妻子 <coughs> 有且只有一人，那就是你。 江暖，好了，不哭了，把脸哭花了，一会儿拍照就不好看了。两位靠近一点儿，哎，靠近一点儿，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我现在是家属了，可以签字了吧？他刚才居然是去领证了。江暖，放心吧，会没事的，我们一家。 经历了这么多，才终于团聚。我不信老天会那么残忍的又将我们分开。如果他真的这么做，那我就反了这天。盛大总裁，收敛一下自己的霸气吧，不然老天都被你吓坏了。盛林渊，怎么了？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就是生下了你的两个孩子。我与光子白色的风。 江南，群群我后悔，后悔我为什么错过你五年。哟、啊，宝贝们回来了，来哎,呦哎呦爷爷奶奶，爷爷看看，子昂又长高了。爷爷，我争取早点超过爹爹。你爹爹我身体还行，还没到退休的时候呢。雪儿啊。 奶奶可想你了，你有没有想奶奶呀？雪儿天天想奶奶。哎呦，你可真是奶奶的乖孙女儿。哎，你说，要是你妈妈现在在这儿，该有多好？妈，不至于这样吧？我就是见客户晚到了几分钟，说的我跟人不在了似的。